令人难过与不舍的消息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长简正成因为罹患胃癌，五号凌晨传出病逝的噩耗，享受64岁。简正成是陈局担任高雄市长期间最受倚重的财政大臣，县市合并前曾经担任高雄县财政局长，合并之后被陈局延揽担任财政局长。尽管市府近年来财源困窘，但是简正成专业能力强，去年达成零举债的目标，不料年终身体检查发现罹患癌症，开刀休养之后一度恢复情况良好，但五号凌晨仍然不幸病逝。市府表示将会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后事，同仁听到长官过世的消息也感到十分不舍。